那个小沙弥啊，跟着他师父，就让阿罗汉出去。那小沙弥发大心，哎，这个六通的师父阿罗汉呢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他将来成就在我之上啊，就自己就把一些行囊啊，就自己背着，叫他徒弟走前面。这些小徒弟走，哎呀，众生那么多，什么时候渡得完啊？他又退心了。一退心以后，哎，这师父有他心通啊，你退心那在我之下啦，包包又给他哦，走后面。哎，他想，哎呀，众生很可怜啊，还是要渡啊。哎，一发心以后又退，像反反复复。